洪主任，谢谢你了。谢什么呀？应该的。我今天出院，还以为没有一个人会来接我。怎么会呢？我和董事长都记着，我过来接你也是董事长安排的。他能派你来，我是不是该深感荣幸呢？别这么说。天琪刚出了车祸。 现在要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董事长很担心呢。要不然，董事长也会过来接你的。行了，你别替他说话了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毫无价值。他会这么做是很正常的。哎呀，恭喜肖董，贺喜肖董啊！<笑>真难得，你还记得我出院？肖董出院，我当然记得了。 别再这么叫了，我已经不是肖董了。您也不能这么说，在我心中，您永远是肖董。咱们走吧，请吧。孔主任，谢谢你啊，再见。孔主任，再见。 陈天琪给我打的电话，他刚从现场回来，还能假？太想不到了，昨天还在一块坐着喝酒聊天儿。
怎么今天人就……南琴，明天我会搬走，不会再跟着你。 最后一次问你，若子到底在哪儿？你就当是我求你，你告诉我若子到底在哪儿。我知道你不是一个狠心的人，看见别人的父亲过世，你也会伤心；听说天庆的事儿，你也会伤心。 你不想因为大家，因为若子的事儿，都这么难过是不是？告诉我若子在哪儿，若子到底在哪儿？有的时候知道比不知道更痛苦。只要让我知道若子在哪儿，我愿意接受痛苦，什么样的痛苦我都愿意接受。你告诉我。 不要再问了，好吗？不要再问了！不要再问了！不要再问了！他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死了！你胡说！他真的已经死了！如果他活着，我早就告诉你了。 好，他死了。那你告诉我，他怎么死的？你为什么会有他那么多东西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你不要再问我了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告诉我，若子在哪儿？若子在哪儿？告诉我，若子在哪儿？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若子在哪儿？ 什么？这是若子的东西，是若子的东西，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你告诉我，若子在哪儿？女儿，女儿，你别再逼我了，我很害怕。女儿，求求你别再逼我。 若楠怎么样？刚睡着。对了，事故的结果出来了。哪能那么快呢？据警方说，他们在勘查现场的时候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谋杀迹象。再说，车子爆炸前，宋天庆是清醒的。如果有人谋杀，他怎么可能不说呢？
我怀疑谢君山。哎呀，怀疑什么怀疑啊？坐，看吧。来吧。改天吧，但今天情绪不好，我留下来照顾他，你放心吧。天启，哎，纯粹是兄妹的关系，好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心里一定要有数。上哪去啊？哎，孟楠，你上哪去？谁呀？干嘛这？穆慧君，你对天庆做什么了？我做什么了？我？天庆和你认识这么久了，他从来没得罪过你，你怎么能下得了手呢？你，不是你说什么呢？宋天庆的事儿你不应该问我，你最应该问的人是赵南茜。哎，孟楠，哎，你听我说嘛。我不要听，我要去找他。你找他能解决什么问题？我要问他。问他什么呢？宋天庆是不是你杀的？你认为他会告诉你吗？陆慧君那边气冲冲去了，结果得到什么结果呢？我告诉你，什么作用都起不了，只会让你自己更生气。陆慧君说的话你都听见了，既然我们都知道赵南茜跟宋天庆的事情有关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冷静下来，好好想一想该怎么办，然后再去找他们？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算你现在冲上去把他杀了也于事无补啊。是我害了天庆，是我害了天庆。哭吧，好好哭出来。我跟你说，等明天我们想清楚了再好好收拾他们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不哭了。回去。姐姐，赵部长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上面派人查证。二位请先坐下啊，董事长稍后就到啊。哎呦，赵部长你可来了。怎么了？你赶紧进去照应他们一下，我去找董事长。董事长还没到。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你赶紧进去啊，我打电话。若楠。Thank you.
爸，好，您说的是真的假的？这种事情，我还能拿来开玩笑啊？那这2850万，全是萧文慧拿走的？嗯，是您自己发现的，还是税务局啊？税务部门。其实这件事之前呢，税务部门就对萧文慧产生了疑问。 但是因为张芳留下了一些资料，才保住了他。现在看来问题越来越大，恐怕我也无能为力啊。那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了。萧恩惠相关的账目，都是林若子在任职期间做出来的。你现在是林若子，你得站出来作证啊！ 喂，出发了吗？哈哈，还没呢。哎呀，我的肖总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我一点都不急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说话要小心点，只有这一次的机会了，只准成功不许失败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整整1000万呢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努力的啊。我今天搬家，新地址一到手。 我就会发简讯给你，有什么状况就跟我汇报吧。OK， 出发。 您说了这么多，他对会计一窍不通，你让他怎么记啊？就是啊，您要是早跟我说，我还可以死背一下。硬背你怎么背啊？到时候那些专业人士东问你一句，西问你一句，你不就露馅了？这些问题啊，我早就替你考虑好了。我给你讲清楚啊，让你知道这里面的事情，这样呢，不至于人家讲起来的时候呢，你一头雾水。 别说他一头雾水，我现在都一头雾水。既然你说他不用去，你就去跟他们说清楚就好了。干嘛一定要若男自己去呢？哎呀，问题不是我去就能把问题讲清楚，因为他们手里有一些对若子非常不利的证据，大部分的账目都是林若子做的。现在他必须把这些账目的问题讲清楚。可是我并不知道呀。这没关系，一会儿我教你怎么说啊。 喂，我肖文慧。肖总您好，我是赵南倩。赵部长，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，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到您的邮箱，可能对您有用。
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现在就可以看一下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若楠呐，你记住啊，不管他们提到什么问题，你就按照我跟你说的那些啊回答。记住的呢你就回答，记不住的你就说不知道啊，也可以说是金融风暴造成的啊，千万不要乱回答啊。您放心吧，您说的我都记住了。嗯，那就好。对了，董事长，若子留下来那些账目都在您和肖总那儿，我是没有机会看到了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什么。没有啊。好了，咱们不说了啊。哎，天琪啊，我提醒你啊，你千万不要乱插嘴啊。事情就看今天能不能过去了啊。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？最坏的结果，一会儿就知道了啊。走吧。啊，贴上法院条的可以搬啊，其他没有贴的是我的私人东西，不准乱搬啊。知道。你们如果搬错东西，我会告你们的。这个女人这么喜欢若子的东西，要不然拿我和若子的 QQ 号码试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二位久等了，董事长来了。人都到齐了吧？嗯啊，到齐了。好，开始吧。赵部长，你先把情况介绍一下吧。好，那我就把我们这几天配合税务部门查账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。为什么拿我的生日做密码呢？这不是若子的电脑吗？7月2号，七。今天是我做手术准备的最后一天。经过我们这几天的调查，发现昊天公司的财务账目存在着严重的漏洞。有的甚至已触犯了国家的法律，很多账目与事实不符。我希望贵公司能够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解释清楚。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林若子即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取而代之的就是赵南剑。喂。
杨立明，我是陆慧君。喂，怎么不说话呀？我听着呢，你说吧。你不是到处在找林若子吗？我告诉你林若子在哪儿，你过来一下。好，那你现在在哪儿？你要我去哪儿？我在昊天公司等你。照这么说，问题的核心还是集中在肖文慧身上了。是的，陈董、林小姐还有陈副总，你们的意见是一致，是吗？作为昊天公司现任的财务部长，赵小姐，你是不是应该也说两句？我要说的已经都在你们手上的账目里了。补充说明部分，刚才董事长来之前，我已经说完了。陈董事长，你们财务部长的说辞和你们的截然相反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来了。你要告诉我若子的事儿？对，说吧。哎，不能在这儿说，咱们俩一起上去，我们俩一起去见林若子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若子在昊天？对。你不是在耍我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又不是那种人。怎么着？不相信我？但愿吧，但愿这次事儿可以让我相信。随你便，去不去由你。好吧，让我来总结一下各位的意思。有两种说法：一，陈董事长认为，昊天公司账目上缺损的2000万，是财务总监肖文慧挪用的；二，现任财务部长赵南倩认为，这笔资金是由董事长陈昌宇挪用的。不可能，天齐。各位，我觉得后一种说法肯定有什么误会在里面。误会不误会我们不管，从查账的情况看，问题恰恰集中在这两个人身上。是不是恶意偷逃税款，我们将一查到底，绝不放弃。对于昊天公司账目的严重问题，有关部门将对此保留态度，不排除采取法律的手段将这一行为作出惩处。好吧，今天的调查就到这儿，我代表调查小组向赵部长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事情怎么会变这样？哎呀，爸，我不知道。这事情都兜了这么大一圈呢，你不可能一点预感都没有啊！而且这账目是死的，就算他们是神仙，也不能指谁是谁啊！账目是死的，可2000万是活的。问题是没有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到底是谁的问题啊！这么大一笔资金，也只能是高层领导所为。高层领导多了去了，为什么就落在你头上呢？你这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怀疑是我干的吗？哎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摆明了是赵南倩在背后动了手脚。
这个我比你清楚。你清楚？那你清楚，刚才一句话都不说。你出去吧。你不打算找赵南茜谈一谈了？暂时不要跟他谈。他既然已经这样做了，你谈，他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哎，你也不要跟他谈了啊。进来吧，我还纳闷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。我是对我自己说，不要来找你。但是你有一肚子的疑问，问吧。你为什么要害董事长？你这话说的有问题，不是我要害他，他如果是清白的，别人为什么要查他呢？我虽然不是很懂账目，可前段时间我和童刚看过所有的账目，没有一笔和董事长有关系。谁会把罪名贴在自己的脑门上等你去发现呢？你不会真的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在肖恩惠身上吧？当然了，肖恩惠身上是有一些问题。总之现在你什么都不要管，等着看热闹就可以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你做这些和若子有关系吗？我是我，跟林若子没有关系。若楠，你现在不要再管了，只要离这个是非圈远远的就可以了。对不起，这事我管定了。哟，俩部长都在这儿呢，那我应该先跟哪位打招呼呢？你干嘛呀你？你想干嘛呀？我能。杨立明，你来干什么？我让他来的。哎，我可什么都没说啊。天琪，你赶紧到若子办公室来，现在。哎呀，你说这么偷偷摸摸的何必呢？啊，有什么事儿在办公室大大方方谈不就完了吗？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？昨天不都说好了吗？啊，是，我是说好了，但是我怕你不清楚，所以我就带着你男朋友来看看你。你放心，他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呢，但是我要让你知道，让你清楚地认识到，只要我这张嘴轻轻地一动，何必呢？让我摸摸嘛，让我感受一下这假脸什么感觉。顾慧君，我警告你，你要再敢碰我，我对你不客气。对我不客气又能怎么样呢？嗯，你会像害死韩伟、害死宋天庆那样也弄死我吗？天庆根本就不可能酒后驾驶，一定是你让他喝完酒以后开车。真正的凶手是你，走着瞧吧，心如的，你早晚会遭报应的。等等，让我把昨天教你的话再重复一遍。对于昊天公司缺损的2000万，你一定要一口咬定是陈长宇私吞了。我和肖董都相信你能做好，而且这对我们都有好处。之后你还是部长赵南茜，否则的话，杨立明的嘴可没有我这么严实。该怎么做我心里清楚，还轮不到你来教我。只是有一点我非常好奇呀，肖文慧开出了什么条件让你这么为他卖命啊？
你猜。天琪，你过来看这底下什么东西。门锁了。我报办公室。喂，杨黎明，你哪儿呢？我去趟洗手间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大厅呢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哎，肖董，赵南倩那头已经搞定了，回头再说吧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会不会是赵南倩撞的？有这个可能。可是看桌面上留下的痕迹，没有一年的时间，恐怕……你的意思是……哎，我建议把这件事情跟董事长说，也许他可以帮我们解答呢。不要了，这万一要是真的是若子装的……我的意思是说，若子装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，你要是跟董事长这么说了，会不会？你相信吗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也知道你害怕什么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它，否则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，谁也不知道。林若子为什么要监视你？爸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嗯，肖文慧来了。肖文慧，他来干什么？他来的正好。啊，行了，今天说的事儿啊，都不要再说了啊。哎，爸，行了。真情歌不断。
真。